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洪静怡。接下来透过镜头一块来关心高雄市街头巷弄的温馨大小事。市府卫生局及大昌医院共同举办防治肠病毒的活动，以轻松的行动剧和洗手歌，希望在欢乐的气氛下加深小朋友对防疫肠病毒的重要，更提醒家中有新生儿或是孕妇要提高警觉，一定要养成勤洗手的习惯，才能够杜绝肠病毒的危害。跳起洗手舞，搭配好记的手势和歌词，就是希望能将勤洗手深植小朋友脑中。高雄市卫生局和义大大昌医院共同举办2018洗手护健康，一起防治肠病毒活动，搭配行动剧，在欢乐的气氛下，让大家知道防疫肠病毒的重要。回家的第一步骤你会做什么？回家的第一步我会先去洗手，然后洗脸，然后我在换衣服。学校刚放暑假，但是肠病毒还是活跃在我们的社区当中，那各位也不要掉以轻心，特别是家长，家中如果是有一些一岁以下，特别最近发现，肠病毒感染的族群有8个重症，是我们未满一个月的一个新生儿。为了防范新生儿遭到肠病毒的威胁，义大大昌医院也提醒大家，一旦有重症前兆，一定要赶紧通知医生。准妈妈们更要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同时也呼吁民众抱小孩前要落实洗手、洗脸、换衣服，共同守护家中的心肝宝贝。你只要发觉一件事，小朋友你在喂母奶的状况下，他不太想吃东西了，活动力变低了，包括眼睛，他的活动力、转动力降低了。请注意他有没有肠病毒，当然你也可以看看他的嘴唇，看他的口腔内、手上、四肢有没有点状的红点，如果有，肠病毒的几率就更高了。另外，民众只要申报出生登记就能够领取防疫包，期盼透过防疫活动让大家更重视婴幼儿的健康，也一再提醒大家要勤洗手，才能远离肠病毒的危害。社区好新闻张世明、洪静怡采访报道。推广国际教育有助于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也能够突破台湾的外交困境。高雄市近几年积极推动国际教育，已经和超过20个国家、139校缔结姐妹校，让教师学习延伸进国际舞台与世界接轨。900多位国内外学生透过高雄市主办的亚洲学生交流计划进行交流活动，其中泰国、越南、印尼、印度、马来西亚等多位新南向国家的学生参加，这些都是市府教育局多年前出访时所建立的互访情谊。那如果你没有实体的经验的话，要规划出一个贴切的一个好的政策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就设定了3年的目标。第一年我们就去越南访问，第二年去印尼访问，那今年是第三年，分别去新加坡跟马来西亚访问，当然以后还会持续下去哦。另外，台湾和日本的友谊因为历史渊源比其他国家来得深厚，在市府教育局努力之下，高雄也和日本各校建立良好关系，透过主题性交流将台日友谊向下扎根。所以我们配合市政府跟日本那么多的县市签立了 MOU， 那所有的 MOU 里头呢一定有一个教育交流的，所以我们就积极的让这个教育交流成果能够快速发展哦。经过3年来的耕耘，市府教育局将国际教育由高中职延伸到国中小，甚至到幼儿园，也从日本、韩国扩展到西南向国家，超过20个国家、139校缔结姐妹校，共有超过6000名师生出访，成果丰硕。那对学生来讲，因为他有了国际化的交流经验，他的视野、心胸都会不一样，我觉得会影响他们人生的发展，他们会有更远大的目标。那台湾很需要新时代拥有走向世界的能力。台湾外交环境艰困，市府教育局引领学生勇于参与国际交流，让国际教育在校园扎根，鼓励孩子走出去和世界做朋友，建立新时代的全球连结。社区好新闻，李怡晴、赖昌邦采访报道。丹麦玩具品牌乐高欢庆60周年，特别在暑假期间举办乐高60年积木嘉年华，不仅特别从丹麦空运来多款乐高怀旧系列，还有6米高的积木池，邀请所有大小乐高迷一起走进时光隧道，回归乐高60年来的创意及感动时光。喜不喜欢玩乐高积木？
为了庆祝乐高60岁生日，台湾乐高邀请7、8月生日的小小寿星一起为乐高庆生。活动现场充满浓浓的欢乐气氛，还请来乐高认证大师带领小朋友一起玩乐高，不少小朋友陶醉在与乐高同乐的天地。拼乐高，对，拼乐高。喜不喜欢玩乐高？喜欢，乐高很好玩。六颗积木就可以有9.51种不同的变化，所以小朋友只要玩乐高积木，他就可以发挥他无限的创意。乐高60年积木嘉年华现场打造5大展区，并且特别从丹麦空运多款的乐高怀旧系列，还有6米高的巨型木马积木池、积木人偶以及多种创意乐高活动，欢迎大家一起来体验乐高寓教于乐的精神，让小朋友创造无限可能。那我们现场呢有展出有20多组从丹麦空运来台的古董盒组，然后还有一个6米大的乐高积木池，可以让小朋友在里面很开心的玩，然后有很多关卡可以发挥创意，就觉得很开心，很好玩。乐高嘉年华也成为暑假亲子的首选活动，从即日起到7月22号，邀请所有大小乐高迷一起走进时光隧道，来回味乐高60年来的创意及感动。只要用几个简单的积木，就可以做出一个可爱的机器人，欢迎民众一起来试试看哦。社区好新闻，王思武、洪静怡采访报道。落实长辈的在地安老，设立在凯旋医院的日间照顾服务中心正式揭牌了。这也是第一间在市立医院设立的日间照顾关怀据点。市长许立明表示，凯旋日照除了有专业的医护团队之外，还有高龄失智症的特别门诊，提供完善的长照服务，希望打造更友善的银发照顾服务。请揭牌。凯旋医院日间照顾服务机构在5号正式揭牌，这是高雄市首间由市立医院设立的长辈日照据点，提供专业照护、健康休闲等友善乐龄组的服务，也减缓了民众的照顾压力。对咱市大人的这个长照服务愈来愈重要，因为咱大家拢会老，哦，包含我在内，我嘛有一天一定会老，所以咱拢会希望讲，能得到政府搁较侪的长照资源，含长照服务。更加的普及化，更加的有尊严化。市长许立明表示，高雄老龄人口众多，完善的长照服务相当重要。从103年开始，在21区布建29处的日照中心，但长照资源依然不足。感谢凯旋医院透过有专业背景的社工员、营养师、职能治疗师、医师团队，提供个别多元连续化的照护服务。凯旋医院的这一个日照的这一个长照据点，好，是我们高雄市，他说讲南台湾啦，吼，同无咱高雄市第一个是由市立医院来设立的这样的一个长照服务，在这边，在凯旋医院这边，我们可以提供最具有专业化，而且最具有这个个别化跟多元化，而且最重要是连续性的这个长者的这个医疗服务。接着，市长许立明也亲自使用院内的复健器材，他见到老人家在院内开心的活动肢体，刺激脑力，他感到十分欣慰，希望能让长辈开心的过晚年生活，也让照顾者有喘息空间。高雄市政府的目标就是，让咱的所有的时段未来都能够在地安养、在地老化，有尊严的去享受我们所有的退休跟年长的生活。凯旋日间照顾中心提供居家室、社区室、住宿机构室以及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等多元化的长照服务，内部空间舒适宽敞，目前可以收托人数为30人，欢迎有日间照顾服务需求的民众可以洽询凯旋日间照顾中心，或是拨打长照专线1966。社区好新闻，林庭阳、洪静怡采访报道。社区营造，你我一起来。社区好新闻，报道邻里大小事，让大家天天好心情。社区好新闻，报道区里大小事，看了好新闻，马上就有好心情。深耕在地，热爱高雄社区好新闻，欢迎大家做伙来收看。社区营造，你我一起来。社区好新闻，报道邻里大小事，让大家天天都有好心情。赞！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
楠梓区家昌里每一年暑假都会和市警局配合办理青春宣导专案，今年更增加了毒防局的讲师，和小朋友说明如何分辨看似糖果的新型毒品，度过平安又快乐的暑假。跟着志工边唱边跳，随着音乐律动肢体，这可是上星期才学的舞步，长辈们居然一点也没落拍，而且越跳还越起劲，难怪人人都说来到家昌里活动中心，不止心情会变得活泼开朗，身体也会越来越健康，对身体的筋骨很好啊，对关节什么都很好。里长很有心，很爱护这些老人家，安排这些课程让我们来这边稍微舒缓一下自己的心情啊，抒发一下这样，然后呢让我们更快乐更健康。可别以为跳完舞就结束了，接下来长辈们拿出尺寸小一号的迷你鼓开始敲敲打打，老师也特别选了节奏轻快的乐曲，边听拍子还要边打鼓，挑战可是比韵律舞还要再难上一级。刚开始的时候长辈不会打的时候，不是打得太快，有时候就是打得太慢啊，又会越打越快，但是现在他们都已经进到一个程度了，所以他们现在打，而且他们听音乐，因为他们有舞蹈的基础，所以在音乐的节拍方面他们都会拿捏得比较 OK。 起先不知道那个音乐什么时候要变成什么样不知道，然后呢就用一些土方法，就像数拍子啊，然后慢慢熟悉那个乐曲以后呢就跟得上了。打击乐的话对不对，是不同的，所以他不同学习，跟小孩子一样，你小孩子你让他多元学习到他越来越聪明，那包括我们长辈的话他也是越来越活泼啊，然后越快乐，相信在这个地方对他们的那个延缓老化还有健康方面还有精神方面都非常非常的有益处。看着家昌里的长辈来到活动中心都变得年轻有活力，不再像过去无聊闷在家里，身体也变得更加健康，看在里长和志工眼里满是安慰，也期待这股充满活力的律动力量影响更多长辈走出家门学习预防老化。社区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高雄市劳工局训就中心就像另一扇窗，多元的职训课程提供青年做选择，而且现在只要加入照顾服务员职训班的课程，在照顾机构工作一个月以上，除了薪水还有机会领到就业奖励金，最多可领取到108,000元。帮长辈从床上起身再坐上轮椅，看似简单的照顾动作，在专业照护员的指导下，实习生越做越上手。23岁的徐乃文自从参加劳工局训就中心开办的照护员职训班，对于未来志向也有了明确目标，注意他们的安全，然后什么翻身排位这些，对，还蛮多的，已经决定要投入这个行业，对，然后就是慢慢的往上去发展吧，对啊，不是说一直做照护员这一块。因为有在家跟阿公阿嬷相处的经验，徐乃文来到养护中心，更能感同身受，了解长辈的需求。而且只要在旧福站推荐到的养护机构工作一个月以上，除了薪水之外，还可以额外领到就业奖金，最多可领取108,000元的奖励金。那该奖励金的话是直接补助照护员本身。那从上工的第一个月到第六个月，每一个月可以领取5,000元。那从第七个月到第十二个月，每个月可以领取6,000元。那从第13个月到第18个月，可以领取7,000元。所以一个长照救护员一路下来，可以领取总共有108,000元的一个奖励金。是因为照顾的人员其实年资都比较久，那也比较。因为是耗体力的工作，所以我们希望有新鲜的人可以踏入这个行业，因为比较资深的人员我们可以让他做传承，那年轻的人我们希望他有创新的想法，对，所以我们希望他们可以踏进这个行业这样子。金额不算小的就业奖励金，无非是要鼓励年轻人加入长照行列且能久任，毕竟人口老化的产业需求缺口只会越来越大，当照护员专业与薪资都能相互提升，或许就是吸引年轻人转战久留的重要关键。
社区好新闻王思武、罗少君采访报道。100多位漫飞天使在家长和老师的陪同下，参加人生第一场的毕业典礼，周围充满爱心陪伴及教导下成长茁壮。副市长杨明洲亲自为这群漫飞天使颁发毕业证书，也祝福他们勇敢面对未来的挑战。漫飞天使穿上学士服站在舞台上，从副市长杨明洲手中接下人生第一张毕业证书。此时此刻心情最激动的莫过于一路陪伴照顾孩子的父母亲。扬帆风顺，展翅高飞。毕业生云云的父亲上台代表致辞，道出所有发展迟缓或身心障碍儿童家长的心声。虽然一路走来辛苦万分，幸好有各界善心人士和社会局早疗发展中心的协助支持，成为鼓励他们的最大力量。应该很少有人会知道这个过程有多么辛苦跟折磨，非常的不好过。那也很感谢这6年多以来有许多的一些单位，有很多的贵人，包含社会局，还有儿发中心，还有很多的医疗体系。那我要特别感谢就是捷运的妈妈。副市长杨明洲、信义狮子会会长及社会局长姚宇静共持扬帆顺风号，象征载着满满祝福，代表今年毕业生勇敢迈向新起点。它是人生第一个毕业典礼，那么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尤其刚刚看到，我们这些小朋友，这个克服了身体上面的困难，能够在台上这么的展现自信。这么的欢乐的表演，那我们觉得说，我们各位在背后所付出的，各位家长，那么各位机构，各位善心人士，那么大家都真的是非常的值得。其中7岁的巧巧因为心脏主动脉闭锁不全，身体出现各种异常，透过早疗中心的课程陪伴，现在已经可以自行行走。拿到毕业证书的这一刻，妈妈既骄傲也深感欣慰。希望就是政府能够给这些身障朋友，就是小朋友可以更多的照顾，然后更多的资源，然后希望社会上的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很善待他们这样子，然后在路上就是。希望能够接纳他们，不要用异样的眼光。对啊，妈妈也是很坚强。对，就一定要坚强，然后孩子也会更进步。有先天因素，也有可能是后天造成，孩子身心无法像一般孩子健全。但透过早疗课程和专业复健，身体状况不但逐渐好转，学习过程甚至超乎想象。爸妈除了感到知足，也鼓励漫飞天使家长不要放弃，一同迎向幸福新旅程。社区好新闻，王思武、罗少君采访报道。每个人运动伤害形态不同，伤害程度也不同，因此高一骨科部成立运动医学中心，推动个别化运动训练，透过量身定做完善的医疗服务，使得肌力及功能提早恢复，这也将是未来运动伤害复原的新趋势。运动员最害怕运动伤害后没有好好做治疗，有些选手受了伤想赶紧回到运动场上，可能会听信坊间的一些特殊治疗或是自行复健，但往往都没有太大帮助，有的还可能会有反效果。因此高一骨科部成立运动医学中心，推动个别化运动训练，帮助肌肉功能提早恢复。我们有专业的一个运动医学团队的医师，跟传统一般可能有些医师他并没有运动医学专业是不太一样，基本上你只要是喜欢运动，那你又刚好很不幸有运动伤害的话，那你希望可以恢复到以前的状态，或甚至你希望比以前更好都可以来做个别化运动训练。个别化运动训练比起传统的治疗方式，以量身定做做设计，针对症状需求以及族群规划不同的治疗方式，更结合高雄医学大学运动医学系的精英教师群，给予最专业的医疗服务。这个我们的课程是量身定做，它跟传统的一些训练或是复健，它其实并非客制化，
哦，可能你去他都是一样的课程或是一样的一个治疗的方法，那我们会根据我们的客户的需求去订定他所需要的一些治疗或者是一些介入训练的方式。高一收集40位因为运动受伤的病患，显示接受过个别运动训练后，四头肌肌力在术后3个月恢复到100%，显示个别化训练让肌肉及功能提早恢复，这也是运动伤害复原的未来趋势。社区好新闻张世明、洪静怡采访报道。楠梓区家昌里里长刘秀英为了强化长辈的活动力，开办了打鼓课程。在跳完韵律舞之后，长辈们就志同道合地拿出迷你鼓，跟着老师敲敲打打。虽然一开始并没有这么顺利，但经过大家练习和努力后，都越来越上手。高雄市毒品防治局讲师透过和学生一问一答传递毒品防治观念，从毒品分级开始介绍到对身体的危害，更透过生动影片将正确防毒观念深植学童心中。说不要乱吃陌生的东西，吸毒不好，不要吸，伤害身体，走回不去了这样。相当重视社区安全的楠梓区家昌里里长刘秀英，每一年都会和市警局相互配合，邀集地方国中小学子开办暑期青春专案宣导，不但充实学子暑假生活，也能加强自我保护意识。说每一年的那个漫长的寒暑假，我们都会请那个分局来跟我们合作，让孩子能够在这漫长的假期当中能够非常的安全，有一些警惕，不要去涉足不正当的场地，不要去沾染一些不必要的毒品。他有这些的知识，有这些的常识的话，他以后在面对有些诱惑的时候，他就有这个依据，分辨的依据，他这样子就会觉得，当初我们刘里长办的这样的活动里面，他有一些收获，他就会内化。我觉得这样子的活动真的非常的有意义。学童除了学会该如何拒绝毒糖果、咖啡包，另外楠梓分局也清楚向学子宣导，在暑假期间遭遇家庭暴力、外出安全等情况时，应该立即拨打110报案处理。毒品防治局也利用这个机会配我们跟我们分局来宣导，就毒品方面，让小朋友认识毒品。那认识毒品，最起码说他知道说有毒品分为几级，还有最基本的认识。那在交通方面呢，我们也做个平常的宣导，要叫大家注意交通安全。我想主要我们就是利用这个机会，让大家让小朋友可以有一个过了平安快乐的暑假。暑假2个月时间，学生少了学校的保护管制和外界接触机会自然增加，因此各项的安全观念绝对不可不知。楠梓区家昌里透过每年青春专案宣导，要让学子快乐平安过暑假。社区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接下来一起来关心社区放送头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消息。港都农民力带您一块来关心明天的运势究竟如何。明天是国历8月3号星期五，农历6月22，适合开市、出行、动土、上梁，不适合诉讼、开井、冲击煞西方。38岁和98岁的民众要特别注意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福观众朋友天天都有好心情。我是洪静怡，我们下次再会。木头是一种会呼吸、有记忆的材质。我们在老屋拆除下来的木料中，寻找属于记忆的独特纹理，透过年轻的双手，连接起过去与现在的心。看见。